阿良，师尊和不动尊者都说了，刻盘事关天下苍生，你怎么能就这么给了他？我不认识什么天下苍生，我就只认识你们，你云溪，还有陆昭一。阿良，你是十轮仪轨选中的人，你有我们都没有的力量，你必须以大局为重。哼，什么力量？我召出婴灵，让他们为我而战，但十轮灵力甚至不够他们支撑到战后与我多说一句话。我有什么力量？于西，我连你们我都保护不了。我不需要你保护，阿良。我不是你想的那般。阿良，那个预言。别管什么预言，于西，救你和依依是我玉池良的选择。但你不能置苍生不顾，刻盘都被那黑衣之人拿走了。若他寻得最后剩下的那一片，降下楼兰幻城，叫幽银重现人间，那我……于西，我没说不管刻盘，而且不是还有最后一块吗？阿良，我是石轮宫的修正者，求求你别让我……于西，这段时间我想明白了一件事儿，这些糟心事儿或许我脱不得身。但这不是你的宿命啊，于西，你有的选，懂吗？别跟了，小不点儿，我就是出来吹吹风，回去看看你于姐姐去，她伤还没好，这会儿估计还一个人生闷气呢。依依去有什么用？而且是于姐姐让我来跟着你的。你去当然有用了，她嘴上虽然不说，但却一直把你当妹妹看的，你去逗逗她，别叫她一个人气坏了。哎，玉池哥，你这一路朝这儿走，旁边就是莫高窟，你是想来干嘛？求神拜佛，叫于姐姐别生气。人小鬼大，快回去照看你于姐姐去。哼，说的就和依依非得跟着你似的，走就走。哼，同样都是佛窟附近，但这回就没出现那古怪的声音，没人在我耳边说那些奇怪的话了。看样子那古怪的声音果然和刻盘有关系，但殷少侠碰刻盘却也没听见。这么说来，刻盘和我之间有联系，这估计才是于西和尊者安排我来找刻盘的原因。于西，你到底瞒着我什么了？没想到吹曲子的竟然是他，这曲子为什么他竟会吹这曲子？玉乎仪，风乎舞鱼，咏而归，这曲儿是这么个意思。那红衣姑娘想必也有这么个念想，你们怎么还能吵起来？你怎么知道我们起了争执？碰巧在落脚的客栈听见你们说话，那个小侠客见你离开，本想跟上来，但又担心那红衣姑娘，就让我跟来瞧瞧你。不成想听见你吹着尺八曲，便想起了这词来。我不是问这个，是想问你怎么知道这曲子里头的意思的。小时候听人说的，听见曲子不知怎么突然想起来了。听人说？听谁说的？说了你也不认识，你这曲子从哪儿听来的？梦里梦见的。你怎么也心事重重的？总也只见你一个人。我本以为我不用一个人，但没想到那个人像是不打算陪着我了呢。那个人？一个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人，我与他在一起很久了，他陪着我，教导我，我总以为一切都会继续那样下去，但似乎这次离家他变了。不过无所谓吧，我父亲就该出现了。嗯，哪来的笑声？谁在笑？谁出来？别在那装神弄鬼，
别追了，你不是那头人的对手，先解决这儿的麻烦吧。李优姑娘，到我身后来，我保护你。我可用不着你保护。好，李方全灭，我记得会有增援啊，没记错的话。好，就这样。李优姑娘放心，我会保护你的。用不着，并肩作战吧。见识李密，白首，原来是你们伏击。废话少说，拿命来。奇怪，刻盘都不在我这儿了，这事儿白首一清二楚，怎么还来？你是何人？小朋友啊，怎么不愿让他知道我们认识？没想到啊，你这张面具下的脸竟化作了那个人的样子。是优先生让你来的？你猜？你可没将新鬼刻盘碎片交回去，你觉得他会不会让我来找你？懒得猜，是不是都没意义？动手吧。 哎呦，我可没想着和你动手，只想问一句，离忧，你这名字可不吉利呀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与你无关。只解千山唤行客，不知身世未归魂。你离开幽界的时候，可有想过会有被追杀的一天？闭嘴！往后别再多管闲事，刻盘与你想来也没多少用处，保住你自己的小命。我还想知道时间，还有那曲子，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尉迟歌，尉迟歌，既然你朋友来了，那我就先走了，改日再见吧。尉迟歌，咦，李幽姑娘呢？刚才的妖魔？什么姑娘啊？尉迟歌，雨姐姐不见了。什么？你别着急，慢点说，什么叫于西不见了？和雨姐姐吵架嘛，依旧出去逛了逛，再回客栈就只看见了这封信。阿良，依依，我走了，你们不必来寻我。刻盘之事累及天下苍生，于西承石轮宫恩德，为石轮弟子，不应却师尊之命孤自而去。然此番骊山所见诸事，非但与你是莫大震撼，与我同样如是。昔年入宫时，师尊会我累及天下的新鬼刻盘，就藏于石轮仪轨内，我的使命便是守护它。那日起，我时常会到那巨大的仪轨下看着它，看着我的宿命。
后来，师尊带你来到了山中，我的使命从守护那块刻盘，变成了站在你的身边，在视线之中，在模糊的彼端，你终将成为疑鬼的载体，延续他的使命。其实，我从未相信过那些虚无缥缈的说辞。我总觉得师尊可以护得刻盘安全，可以护得天下平安。我只要遥遥地看着你，听着你吹那只半截的曲子就好。可一夜间，师尊归天，石轮湮灭，一切消失殆尽。我的使命，在我未曾准备好的那刻骤然到来。或者说，其实我从未准备好。我未如师尊期许般果断抉择，也未如本心期许般放弃一切。我只是犹豫着，直到你的诘问终于撕破了我虚伪的挣扎。从一开始我就不知我究竟是谁。那些走入石轮宫大殿前的前尘，自以为忘却的过往，其实都没有消散，他们仍束缚于西的魂灵，让他在今日与过往之间游离。我需要去了结那一切，或许尘埃落定那刻，我就能知道我究竟是谁，我究竟该做什么。阿良，不要来寻我，我想你已明白我至于你究竟是什么人，而你想要的自由不需要我，这是我自己的选择，无关于其他。你唤醒了我，却并非是我选择的根源。去走自己的路吧，或许当我明悟的那日，我自己也会回到你们的身边。于西，勿念。于西，怎么办呀，玉池哥，我们现在怎么办呀？你别嚷嚷，让我想想。于西一个人要去哪儿找刻盘呢？该是有人告诉了他地方，行李都在我这儿，他若是要一个人走，那怕是……最近的城镇是哪儿？咩？依依看看。是什么？阳关城。阳关城啊，我们这就走，往阳关城方向去。将军，你是接了主上的命令来这儿伏击圣女的？不是我，是赤烈，他看见我了，说杀尉迟良，这我能不动吗？就记仇，主上已知晓你投靠了圣女，他想必是知晓了刻盘会顺着地脉散落的事情，他也知道天玄门的人在寻地脉，以他当会自行与那阴无邪接触，眼下他应当是顾不得你，要么我们还是……将军究竟想要说什么？九音听不明白。九音，我们主上不会放过你的，他从来就没把你当回事儿。这与将军无关，九音尚需汇报圣女。将军，九音谢过你的好意，也谢过你从未将圣女与我之行事告知主上。不管将军这般究竟为何，九音都谢过你。将军，来日再见吧。九音，我们很久以前就见过，那时候其实你并非被创出的人偶啊，你就一丁点儿都不记得了吗？玉池哥，你为何说这梦中踢进的半截曲和幽城有关？其中的究竟我也说不上来啊。不过这个梦我仿佛做了多年，可以说是我记忆开始就有这个梦。梦里是大片的蓝色光芒，我似乎还隐约看见巨大的机巧。在我离开石轮宫的时候，我以为那是石轮仪轨，但后来进了加下石窟，那儿和我梦中的地方更接近。玉池哥，其实你是觉得自己梦见的地方是幽城？应该吧，
据我所知，也只有驾下之窟与那罗侯的幽城有关系。在驾下之窟的走廊上，我也听见这半截的曲子。所以幽城里究竟有什么？幽城除却是罗侯城驾下会灭世之外，还有什么特别的呢？和我又有何关联？啊，我记得吴将军啊，这孤岛前面来着，所以你父母可能进过幽城。或许吧，你不觉得这事很不好？玉子哥，你是怀疑自己的身世和幽城有关系？但就算有真有关系，那又如何？人呢，没法子选择身世，世事纠缠，即使黄泉之水已无法洗涤、涤荡清除，那命运的线却也生于掌心。修炼，你来的时候有看见李幽吗？美人儿没有啊，我到月牙泉边的时候就只瞧见你一个人。你之前有遇见美人儿？怎么了？没事，只是突然想起一些事情罢了。李幽真的每次出现之后似乎都会发生一些什么事。第一次遇见他距离驾下之窟不远，只是我们去凉州，接着是他遗址。这回月牙泉边的事情又是怎么回事？